有看球吗？ 踢球多无聊啊，整整92分钟，看22个男人追一粒球，然后每次都是德国赢。那是Gary Lineker说的，德国是不赢巴西的。德国人啊，还是造车比较在行。Gary Lineker他是谁啊？踢球的咯。 我只喜欢贝克汉姆。人家结婚了，贝克汉姆。老师，你以前怎么都没带我来过这里？ 带你出去不花钱，好像很 cheap 小时候，我爸妈想带我来这里的，但是喜欢来这里的人不多了，大家都去那个 Sky Park 了。从我一来到新加坡呀，这里就一直在变，越来越高级，也越来越贵。 你老婆带来的，所以。 你不见了几个月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就当做没事。
不行吗？哎，严道，拍摄，你懂怎么去 shot roll 吗？这里是猫肥波嘞。我也知道这里是猫肥波，不过从这里怎么样去 shot roll 呢？拍摄不会。Hello， 呀，我是，啊，我到了，啊 ，cancel booking， 干你啊！哎，严道，严道，拍谁啊？帮我顾一下，我上厕所。好 ，Thank you。我们刚刚讲到哪里啊？你问我为什么会走？我有男朋友现在。新加坡人啊？不是，是老家的。不。我已经快27岁了，和你在一起的这3年，时间过得特别快，我感觉自己耗不起了。你喜欢他吗？我可以尝试。感情都是可以培养的，不是吗？哎，等等，你给我啊，抽烟啊？有烟吗？总之给来。Good, good. 风很大了。嗯，来，对吧？哎，你没有看球吗？今晚的精彩哦 ，Germany 对 Brazil， 你说谁会赢？不懂嘞。他是打篮球的。唔呀不，你打篮球啊？唔呀不，没有输过。我说今晚 Brazil 定赢，说出来。我是 Civil Servant， 不可以赌钱的。春母，政府人袂使跋筊。不懂这里看得到烟花吗？烟花？是啊。你懂政府每年为了 National Day 花了多少心思跟金钱吗？可是我的 customer 每个都在讲，哎 ，National Day
要去哪里 holiday 啊？哦 ，long weekend 嘛，政府花了这么多金钱，有个屁用啊！人民都不会珍惜。哎，你嘞？去露营不？我啦。你嘞？我老婆刚刚生了一个 baby， 哪里有时间去旅行啊？不过。 每天放工回家，看到他们两母女，我就很开心。你懂每年 National Day 人民最关心什么吗？最关心到底劳力还会再站出来。很多人都说。 今年是他最后一年了。劳力是谁啊？李光耀，我妈的偶像啊！记得小时候在电视上看 National Day Rally 的时候啊，我妈妈常讲：“哇，你看我们的总理很厉害哦，额头上面有三条线。”所以，我从小就拼命的在额头上面想挤出几条线来咯。 他也是我的偶像。想想看，如果不是他，我们的安全站在这里吗？当然啦，爸爸爱权，儿子爱钱。哎，干你奶奶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们的政府嘞？你懂，如果要把新加坡管理成这样，没有这么容易啊。你看我们四周围的国家。 如果你把我丢在那边，干你奶奶，你别跟我们戏耍。OK， 有 booking 了，拜拜，拜拜。 我们还是分了吧。一开始。 你为什么会要和我在一起啊？因为你的普通话很标准呢。什么鬼？不知道，感觉就怪怪的。但比一般新加坡人要好，寄给我家的感觉又能逗我开心。我的口音很奇怪咩？ 哎，我的成绩很好的 ，OK。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。我知道。今晚能见到你，我真的很开心。 我们以后都要各自好好珍重。朝花。
残红乱眸，忆花底初到逢，难禁谁头泪涌，此际恨月朦胧，愁绪如何自控，悲哀都一样痛，情意如能互通，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，我去了 MBS 的天台花园，觉得很特别。我那时候站到了最前面，心里在想，我的人生终于要朝向一个新的方向了。是不是很傻？德国是不赢巴西的。要是德国真的赢了呢？要是德国真的赢了，我们就不要分手，好吗？Thank you.